是5.47的。35.47公升，1050块，一公升29.6，925000。台南，台南在哪里？加油站，台南加油。台南哪里加油站？这应该是七股了。台南七股加油站。七股这个什么站？中油吗？国宾，国宾加油站。啊，这是加盟店。国宾加油站，台南七股国宾加油站。303公里了，好，总共跑了303公里，上次加油，现在总公里数是77883公里，总公里数。